天气报告外高峰亭，今朝有几阵骤雨，中午之后咧多翻少少阳光，先望望卫星云图。南海北部有一道广阔嘅低压槽，同佢相关嘅云带咧正系覆盖住广东沿岸。嗱，雷达图就见到一个雨区咧正系逐渐咁接近本港噶。咁预计今晚同听朝咧会有骤雨。天文台今日录到嘅气温咧，咁系介乎26.3到29.9度，而而家嘅气温咧。是28度，相对湿度86%。跟住我哋交俾天气先生。嗱，听日翻工咧，仲系要带遮噶。咁预测咧，大致系多云，有骤雨同几阵雷暴。气温方面咧，系介乎26到30度，吹和缓东至东南风。而展望随后一两日咧，仍然都系会有几阵骤雨。环保署预测嘅空气污染水平唔系轻微到偏高，而预测听日最高嘅紫外线指数咧系6，强度系属于高。跟住其他城市睇天气。澳门有骤雨，广州有雨，厦门同台北多云，上海最高36度。北京多云，首尔系有雨，东京都系多云。曼谷有雨，吉隆坡同新加坡明朗，雅加达有骤雨，胡志明市有雨，马尼拉都系落雨。澳洲方面，墨尔本有骤雨，悉尼天晴，布里斯班明朗，奥克兰系明朗。睇睇美洲方面，纽约同多伦多系多云，西岸嘅温哥华天晴，三藩市明朗，洛杉矶多云。最后系欧洲方面，苏黎世天晴，法兰克福明朗，波兰有雷暴。呢一节天气讲到呢一度啦，再见。你稍后请收睇《划时代》。